欢迎来到波比四只猫的频道，我是大奖。那今天呢，我要拍一个废片。什么废片呢？今天7月30号哈，礼拜五哦，我预约了10点半要去打那个 AZ 疫苗，然后想要透过这个影片记录我打 AZ 疫苗的过程，然后接下来会不会有发作啊，或者身体不适的状况，就是单纯想要记录的一个影片，所以我称为废片哦。那现在要从我家去走去打疫苗那个地方还蛮近的、哦、才200-300公尺吧，还蛮近的这样。那现在是那个大约十点十几分左右啊，然后我预约的是10点半打疫苗，所以我现在要走去那个打疫苗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在那个泸州国中的大礼堂，所以从我家走到那边真的非常的近。那我也不晓得等一下在里面打疫苗我是不是可以持续的拍摄影片，那可以的话我就是尽量拍好，然后记录过程这样。 OK， 那我就先走去打疫苗的地方， Let's go。那现在呢，从我家离开走到这边还不用3-4分钟哦，还蛮快的。那现在已经要到这个泸州国中这个要打疫苗的这个路口，我把镜头转过去让你看一下啊，在这边这个路口进去要先扫实名制啊，疫苗接种站先扫个实名制。 OK，然后前往疫苗接种站，泸州大礼堂在哪？哎，泸州，哎，我在泸州国中住那么多年哦，我还从来没有进来过泸州国中这个地方，所以我来看看大礼堂在哪边。好呀，有啦，他这里有指示啦，反正就跟着指示走就好了。接种站请往右。OK， 泸州国中，第一次进来的泸州国中，入口处在这边。哦，入口在这个地方啊，好像要排队进场。那就有预约了，身份证件包好先拿出来哦。好 ，OK。那现在是要排队进场，那我进场之后，我再拍一些影片给你们看，待会见。36.2。等叫号，那目前的号码是303号，我是310号。哎，其实号码跳还蛮快的。OK， 那就等我的号码喽。换到我了，310号。请问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吗？慢性病没有吧。身份证件保卡先拿出来，到先拿出来是吧？对，好 ，OK， 好。来宾3-11号，请到1号柜台，谢谢。
证件包。哎，等一下，你整张都没有写。他刚没叫我们写，他写。好的，来，你站一下。好，这样就可以了。好，谢谢。好，现在这边，谢谢。发烧感冒不没有，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三个没有，第四个没有，第五个没有。都没有。哎，对。我看这边啊，回去喝水休息。啊，如果发烧38度以上啊，是可以吃普拿疼。38度好。发烧38度以上可以吃普拿疼。好。但是如果一直烧2天48小时都不退，就要看医生。好，了解。看这里，看这里啊。好。六项啊，注意这个危险现象。危险现象，好的。啊，如果有任何一条出现，都要小心，最好赶快去医院，好不好？好，了解。好的。我在记录我注疫苗的过程啊，哦，对对，个人记录一下，哎，谢谢。这六个你看一下，好，在你第一后面的绿蓝色这张单子第四条这里都有。OK， 好，了解。注意看一下，对吧？好，了解。有任何一条危险现象，赶快去医院。好，医生，谢谢哦。然后你过去小姐拿针号，拿针号，打针打针。哦，好。这边吗？好。身份证需要吗？不用。好。坐着就可以了。好。好。不要搂他。好，感谢。欸，其实整个流程还蛮快的，从我走进来到打完，已经完成了，还蛮快的。大概48小时后。那现在好像要在这边观察区观察一下。那我找个地方坐一下，观察一下好了。他们说好像我在网络上看，他们说要观察15分钟啊，就是在那边休息15分钟啊，讲我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的话，就可以离开了。那15分钟的话，应该也是过蛮快的。我看一下现在几点？现在10:27了。我是预约那个10:30，可是10:27就打完了，所以整个流程上还蛮顺利的啦。OK， 那我就休息15分钟。OK， 我现在离开这个芦洲国中的大礼堂，已经经过了15:17，我大概多做了2分钟啊，那目前这17分钟左右，我没有感到任何的身体不适，可是不晓得是不是我刚刚早上只喝一杯牛奶的关系，我现在肚子很饿，哎，刚打完那个肚子很饿的感觉马上有，哎，不晓得是不是早餐吃太少还是怎么样，不晓得，这个还在观察啦，因为我想说我昨天晚餐吃超多，我今天早上就喝一杯牛奶就好了，那出门前也有喝一杯温开水这样。那现在打完，那就是回家持续观察哦，持续观察我身体的状况，期望希望一切平安没事。那是不是年轻人哦，就看这一针的了哦，大家都这么说哦，是年轻人打完就没事哦，不是年轻人打完一堆毛病了哦。 OK，那就持续观察，持续观察。那我要回家继续剪我的基隆的影片了。好啦，那就先这样。早安，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腰酸背痛，然后到现在身体还是有点酸痛不舒服这样。那从昨天早上10:30打完疫苗到现在早上7点，也经过差不多21个小时多左右这样，然后昨天半夜大概2-3点吧，我忘了几点，哦，整个腰酸背痛到不行，你知道吗？然后现在也还是一样，然后我这边的打针的这个肩膀这边啊，哦，那个肌肉好酸痛，然后现
背啊、腰啊都是一样酸痛。那现在呢，我是出来买早餐吃啊，然后上面有说什么多吃一些鱼啊，对什么身体有比较帮助，所以我就是打算来去买那个台南什么虱目鱼粥来当早餐吃，这样哦，真的很不舒服。然后今天呢，第二天嘛，今天算是打完的第二天，等一下待会十点半换我太太要去一样要去那个芦洲大礼堂那边打那个疫苗，然后也来看看她的反应是怎么样。 OK， 那我就先来去买早餐。觉得这条路非常的熟悉，就是我昨天走过了。今天呢，换我老婆再走一遍。我们要去那个芦洲国中大礼堂打针，就今天换她打那个 A G 疫苗。那目前的话，哦，从昨天到现在，我打完已经过24小时了，其实开始有症状出来。那还在家里用那个温度计量啊，我的体温已经到了37度多。然后我现在状况就是怎么讲，你知道吗？狼神神啊，疲惫啊，然后酸痛感还在这样。那其实头还是有一点痛，不太舒服这样。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讲好说，那等下打完之后，我们就回家一起睡觉这样。对啊，所以我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很像感冒这种状况，就狼神神啊，头痛不舒服这样。OK。好啦，那等一下就换我老婆要去打疫苗了，也不晓得她的状况反应是如何。那打完之后就知道，我觉得打完应该是要过24小时之后才会知道那个症状，当下打完应该都不太会有感觉。OK， 好啦，那就打疫苗去咯，走。我太太啦，不是我。我太太打完疫苗，然后我们先，对，我昨天打过，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早餐店买个吃的喝的这样。那目前我太太说她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应该是明后天才会发作这样。然后现在你虽然看我现在可以正常讲话，可是我现在还是腰酸背痛哦。是年轻的。头有点晕，对，这种症状就是年轻人才会有。那假如是老人哦，打完都不会有什么症状，那就老人，那代表我还年轻哦。对，会。然后等一下买完早餐，稍微吃一下，我又要躺下去睡觉，真的是不舒服哦。好啦，那就持续观察我们的状况，再来看看有什么反应。嗨，现在是礼拜天晚上的11点半。然后我是礼拜五早上10点半打完 AG 疫苗，从礼拜五的早上10点半到现在也快接近60个小时了。然后在过去60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扣除刚打完的前8个小时啊，其实前8个小时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可是那8小时过了之后，那个感觉真的是一点一滴慢慢出来。打完的当天晚上，我就觉得有点腰酸背痛，就是有点腰就微微的酸痛这样。那想说啊，开始有点症状，然后就去睡觉。然后这一睡的话，哇，那整个半夜哦，真的是
翻来滚去的，怎么睡都睡不好。然后那一天也醒来好几次，然后去喝水啊，去上厕所。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陪我老婆去打完 AZ 疫苗回来之后，我就继续再接着休息、哦、然后在第二天又出现了胸闷、胸痛这样，然后也是很不舒服啊，那种胸闷就很整个就这样闷住这样，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然后到了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哦，就是整个头很晕。哦，很痛，这样就是有就是这样头，只要像我这样头这样转左右转一下，哦，那个感觉就是很不舒服，很晕，然后又有发烧这样，然后到现在快第六十个小时，身体的状况大致上都还 OK 了啦，就是头还是有点晕啊，还是有点不舒服，可是那个晕眩的状况没有像昨天来的那么严重。所以这个就是过去打完 AG 疫苗过去60个小时我个人的身体状况。那至于我老婆呢，她从昨天早上10:30打完 AG 疫苗到现在就是很无感，这样也没什么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打 AG 疫苗真的是很看个人体质的。那因为这一次打 AG 疫苗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我在我的 FB 看我朋友也有打 AZ 疫苗，有些人就无感、哦、就是有几个人是无感，那当然有些人就是发烧啦、啊、还发到39度这样，然后一样身体疲惫啊，很累啊，酸痛啊，然后也有人说他晚上睡觉的真的是睡不好，很像火车撞过一样。虽然我没有被体验火车撞过啦，可是火车撞过应该是当场死亡啊，不会说还不舒服这样。好，开玩笑，所以反正就是各种症状都有啊。那我的症状过去60个小时症状就是这样。这一支哦，就是我打 AZ 疫苗然后拍的一个废片，这样就单纯纯记录这样。好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大江，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